什么叫做生命的传承啊？我以前有讲过，就是说你在禅定之中，这个入三昧啊，入三昧呀，就像信经所写的，这个观世音、观自在菩萨行深波罗蜜多时，这个、观自在菩萨行深波罗蜜多时，行深波罗蜜多时，这个时候得到所得到的传承，叫做生命传承，叫做生命传承。啊，《心经》里面开始，观自在菩萨行深波罗蜜多时，这个行深呢、啊，就是他那个时候已经进到深定之中，非常秘密的得到了传承，这个叫做生命传承。啊，这种传承是非常难得的。